看我的陨石！欢迎回来我的频道，我是江江。这一次我们来玩那个萨诺斯的模组啊，相信大家一定看过萨诺斯啊，这个复仇者联盟的无限之战就有了。对，我现在用这个是他的超级能力啊，就是力量十块，可以攻击地面部队跟那个力量射击，有没有？那攻击力其实还蛮强大的。他这模组必须跟那个我的那个什么浩克模组一样，一样这个圈圈啊，一定要对准才有办法打到对方。这次爆了！哇塞，太强大了吧！哇，那为什么是面对这里啊？人物的关系的，站的位置不同，射的位置也不一样。看怎么看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什么东西？哇！太扯了吧！这什么啊？陨石攻击啊！这个，我再瞄一下，我现在要打哪一个？我先试试看那个车子好不好？哇！对，集气越久，它那个石头就越大颗。哇！呵呵，全部死光。好，我们来试试看车子，瞄准。哦。这是没有集气到底，是小颗的。来，好准哦！如果没有对准的话会怎样？我们先试试看坦克车，没有对准哦，不会中。哇哦！要几颗才会爆啊？你看，没有对准就不会中，来。哇哦，两颗啊，两颗陨石就爆了、啊。试看大的，太强大了啦！哇哦，它一样可以跑很快。这很像那个浩克模组哦。不要走，不要走，不要走，不要跑！啊！这有点像浩克模组，这个也是哦，大部分都是这样子，不是用打就用摔，他的姿势好丑。跑是无敌的，是不是？我直接翻过去。哎呀！哇！哎呀！车子飞走，好酷哦！来，吃我的陨石！哇！这根本不能反击了嘛！这个真的是跟电影院一模一样啊！喂，它好像有一个是可以攻击在地板上面的、啊。我刚刚没有按出来，我再一次，再一次。机器，跳，喂，哇，打地板一样有冲击波。等下这模组的脚怪怪的，好像有点掰咖的样子。太强了啊！这个是可以偷取灵魂的石头啊。我们找一台车子，对不对？偷取灵魂。对啊，要偷取你的灵魂，你的灵魂是我的。哇，那个人真的挂了。你这有办法偷直升机吗？位置不太好瞧啊，你看看。我前面一点点，追着我打嘞！我这个换这个，这个是好像是可以把车子跟人变成石头啊！
岩山石头人，人，哎呦，人比较有感觉，有没有？车子直接变石头了，哇！这一辆可以打石头碎掉嘞，哇，这做好细啊，嗯。呀！哇哦！我先躲进去这个机库里面，还是射我啦！来来来，就是要对你！哇，直升机也可以啦，直接变成石头，然后里面的人掉出来了，又来了，又来了，又来了！来来来来来。卡我视角，来来来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出来，你出来，过来，你给我出来哦，啊，坦克车，哇哦，全部都变成，他一定要对准，一定要有那个三角形红色的才可以，有没有？如果没有三角形就变不到了，哇塞，好酷哦，要动，弹走嘞，诶，双手举起来。上班不上班，不去吹个凉，放个风也可以嘛。哇哦，水哦！就是我现在换那个黑洞模组，哎，试试看，这个黑洞是可以把人吸进去，有没有？然后吸进去又不见了。那个直升机好烦啊！哇，可以把那黑洞丢到上面，那个石头。好像飞上去哎，什么东西在飞啊？那个圆圈圈的，喂，可以吗？为什么？好像是太近还是太小颗啊？很大颗，哇塞，直接吸走了。这个直升机不受控制了，被吸过去了。有机会吗？有机会吗？嗯。再送你一个，吸出去，哇哦！送你一颗，再送你一颗，哇，全部吸走了，掉石头可以吗？石头也可以耶，哇塞，难怪他这么强。超远的啊！哇，变成石头人的那个，透过那个什么力量招式，一样可以把它干掉，粉碎了。无人能敌啊！我们再试试看这个。陨石，嗯，咻，扯，扯爆了啊！我来打油罐，咻，哇，这是什么？刚才有一圈那个冲击波出来啊！不放过你，这好像是传送用的。空间石可以逃跑，然后车子可以传送出去。等一下，我这个是慢动作，冻结时间有没有？然后冻结时间我还可以跑很快，然后瞄准它，一样可以丢陨石。哇，人被压去了啦。空间停止，这是 SOD 啦。哇，哇！陨石攻击，顺便吸取灵魂，你的灵魂是我的啦，成为我的奴隶吧！哇，这是怎样？他居然下马腰，弯下来了耶！我穿越那个，这个是我穿越这个传送门的时候会有那个慢动作跟那个变色。哇哦！好高哦！嗯，
哇，石头被震开，然后那个石头人被震碎了。时间暂停。按错，这应该冲过去打，因为刚才没有瞄准到。哇吼！空中芭蕾，喂、哎，哇！那、啊、这模组，如果你按太多东西的话，它会宕机，所以好险我们在这个地方。军事基地我觉得还好哎、欸，我觉得在那个城镇啊，那些车比较多、人比较多的时候，就会宕机了。啊，直升机，直升机！那、啊、我们时间暂停，看怎么对付它。传送上去，我先换个地方哦。等一下，我先转过来，我按住我的，吸他灵魂，吸他的灵魂。为什么这么硬啊？直接变成石头比较快吧，对不对？靠慢动作，好酷哦，这蛮好玩的，变石头。我们现在挑战一下这个电脑效能啊！现在到这个洛圣都的市区啊，我看一下那个警察五颗星，对不对？然后准备来逮捕这个萨诺斯哦，我看一下，哎，来来来，过来。车子爆了，你跑什么跑？你给我回来！过来过来过来！哎，杆子直接弹走 ，Come on！ 直升机，哇，好帅的啦！攻击力好强哦。没有按到了，先换另外一个。这是陨石模组，可以打直升机吗？哇，哈哈，直接震下来哎！没有瞄准就没有用。哎，爆裂！来鞭尸一下。想要降落是吗？不给你降落，好不好？你要拖队友走哦！我看一下这个，直接吸他灵魂，吸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现在暂停是不是？你现在躲在后面干什么？吸你的灵魂，吸！跪地了，跪地哦，啪！超级慢动作，哇，烧起来了，烧起来了，哦呦，来个连续技，哎呀，空中慢动作，哎呦，再一次，哎，没回到，呵，看怎么看，回家不回家，再怎么值怎么钱。啊！嘿，车子翻起来，踹哇，后面破了哎、欸，嘿，啊！反正直接把它变成石头，先个慢动作，变，我变，我变变变。地板上那个石头都喷起来，空中给你变石头，变，哇，变，哇，
哎、欸，这蛮好玩的，就是跳下来，然后再把东西变成石头。你、欸、尸体也可以变成石头啊，这样子。勇士不得超生了、啊。哇，粉碎。OK， 我们的模组就要到这边了。喜欢这个影片呢，帮我按个赞，对不对？还没订阅，赶快订阅我的频道。那这个模组呢，目前要收钱呐、啊，你就先看我演示一下好了。之后等到它便宜一点的时候，你再去买好了。OK， 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